2020年3月份，广州警方接到群众举报，称在广州市增城区增江岸边，经常会发现一些散落的新鲜冻肉，怀疑有人在进行走私活动。广州警方立即加大了巡查力度。2020年3月25日晚，正在巡逻的黄埔海关缉私局民警在增城区水域发现了一艘可疑船只。我们水上缉私人员发现一艘载满货物的高速快艇，艇尾里面挂了两台尾机。现在民用的一般都是比较小的那个马达，所以我们就判断它有重大的走私嫌疑。当民警打算对这艘船进行例行检查时，意外情况发生了。我们是海关。当时对方反而加速逃窜，把快艇上的货物抛到水里面了。当天晚上，他这个艇就是选择了增城分冲冲滩逃逸。往出往这边来，往后，往出你往下来一点。你这边这边都石头，他把艇都打破了。喂，双方走到北部头围攻啊！来，再派出所，派出所，嗨嗨嗨！暴力抗拒执法的一群人在冲滩上岸后，很快就四处逃窜。就在民警呼叫指挥中心要求增援时，令人没想到的是，另一艘快艇主动靠了过来。把船靠到我们旁边。干嘛？警察。警察什么？我们是中国海关。我要防卫我们执法。警察什么事？警察什么？你不要走，要降过来啊！啊，那个干啥子做啊？做个机会啊！现在没有，我再请个女士。女士。当晚我接到现场同志向我报告了这个暴力抗法之后，我第一时间布置这个增援警力过去，同时通知增城的刑警队协助我们现场处理暴力抗法事件。当时啊，我们去到的时候，暴力抗法的人就已经离开了，我们就立了一宗妨碍公务案件，然后我们明天就开始了整个案件的一个侦办。此时增援警力陆续赶到现场，增援民警赶到现场时，与民警对抗的人员已经逃离，但是冲滩的可疑船只被留在了现场。经过清点，该艘快艇上共装载了3.425吨涉嫌走私的冻品，涉嫌偷逃税税款为6万元人民币左右，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我们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对这批冻品予以没收，并进行无害化的销毁处理。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这批涉嫌走私的冻品案值并不大，约6万元人民币。不过，这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因为当时正值新冠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防范境外输入尤为重要。而这些来历不明的冻品很有可能对病毒防控的安全防线造成巨大冲击。再加上嫌疑人公然和警方激烈对峙的情节，以及之前群众的举报，警方断定，这个涉嫌走私的团伙所涉冻品一定是不止被查获的这一艘船上的货品这么简单。斩断这条危险的走私通道，成为警方接下来的侦查重点。那么，这伙人目前藏身何处呢？一起进入今天我们关注的事件，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一次例行检查竟引发暴力抗法。我们是中国海关，我要防卫我们执法。啊，那个干啥子做啊？做个机会啊！嫌疑人仓皇逃窜的背后隐藏了什么秘密？我再请个女士。
对方反而加速逃窜，把快艇上的货物抛到水里面。多警种合成作战，侦破过程一波三折。浪尖上的较量一线正在播出。在3月25日晚上的检查行动中，一名中年男子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当晚，增援民警赶到现场后，对抗执法的嫌疑人已经逃离。第二天一早，民警在对涉案船只进行检查时，一名中年男子出现在现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一个中年男子吧，他就开个摩托车就在我们周围兜来兜去。当时一开始我们直接就跟他说啊，我们现在办案，你就远离哈，不要靠近。那然后他就跑开了。但是实际上他跑了之后他又回来，我们就觉得很可疑了，因为他跟着我们一直在我们周边，所以我们后来就把他控制了。这名男子承认，他来这里的目的是打探警方的侦查进展，并交代他是受一名叫张某昌的男子指使。至此，本案的关键嫌疑人之一张某昌进入警方视线。初步调查显示，当地存在一个以张某昌为核心的走私团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团伙，所以我们当时就感觉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案件。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涉嫌走私的团伙主要活动范围集中在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一带。附近村民反映，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常常在深夜听到江边传来嘈杂的汽车声和大马力快艇声。这些信息显示，该团伙的走私活动十分频繁，大量未经检验检疫的冻品直接威胁到了当地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肉品的品质是没有办法保证的，走私的过程中也没有经过相关的处理，所以呢就对人民群众的这个食品安全呢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这个走私犯罪分子呢在境外走私这个冻品进来的时候，也是要通过接触境外的人员，那么呢也加大了疫情传入我们国家的一个风险。现在没有，我再警告你一次。当时我们就发现有这个重点人员以后，我们马上就取得了那个上级部门的一个统一思想以后，我们就成立了一个325专案，就是以这个走私的全链条的打击进行一个案件开展。很快，广州市公安局打私支队、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刑警大队和黄埔海关缉私局共同组成了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侦破。我们通过视频侦查掌握了一部分的线索，然后再通过排查出来的那些人，我们再深入的去分析他们平时的生活联系还有其他生活轨迹等等。通过侦查，民警查出在张某昌等人背后隐藏了一条长长的走私链条，而且情报显示，在4月10日晚，这个团伙还将走私一批冻品入境，并可能在广东省东莞市某私人码头登陆。警方随即派出警力对这个码头进行了前期侦查，争取尽快调查清楚这个团伙的人员构成。哇，仲要入去啊？我估都喺最入面，呢度冇咩地方可以俾人买啊。当时开车进去，一看就头疼啊，那里真的是华山一条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给我埋伏的。有生人进入很容易被发现，应该是这里了。刚好那里有个水塔，埋伏在上面能看清楚整个码头的动向。经过现场侦查后，警方安排多名警力在这个接货码头进行蹲守侦查，等待着嫌疑人的出现，而其他民警则在码头外的安全地带埋伏进行策应。然而4月10日晚预定的接货时间还没有到，意外就发生了。是的，我现在有货车进来了，然后呢已经有好几车大飞都是回程了。
当时的计划是等张队长到达水塔后，我开车送同事阿强出去路口埋伏，然后我再返回水塔。当我回现场停好车走进水塔的时候，碰巧就有一辆小车在我的对面开灯照到了我。当时因为我没有带其他的工具，我不像克隆明，现场是一片焦地，我出现在那里跟环境很不符合，所以我也没敢再走过去。然后我就选择了隐蔽在那个焦林里头。突然出现的车辆和灯光让现场埋伏的民警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一旦暴露，当晚的行动就会失败，而且侦查民警已经没有机会进入最佳的水塔观测点。就怕他那个摄像机有那个红光给他们看到，所以我马上就把那个摄像机就藏起来了，也想好了如果他们上来的时候我怎么应对他们，怎么来讲。我当时就非常害怕，也确实是我参加工作以来最感觉到有危机感的一次。外围埋伏的民警接到消息后立即做出部署，派出精干力量潜入埋伏点附近，随时准备对侦查民警进行支援。当时我就在离我们张队长埋伏的水塔大概10米左右的距离，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我可以马上的去支援他。我们张队长是不知道，当时我就在他附近的。很快，伪装成钓鱼客的几名嫌疑人进入现场，不过当他们看到神态自若的民警后，似乎并没有在意。但是后来发现开小车过来的人应该是负责打风的人，他们也带了专业的工具伪装成那些过来钓鱼的村民，然后他们就在水塔下面假装钓鱼。这种情况下呢，我是不宜接近水塔的，我只能远远的观察。于是侦查行动按原计划顺利进行。在此次侦查中，民警查清了负责运送走私冻品的车辆和人员情况。原来张某昌等人在接到国内冻品订单后，会使用快艇从境外水域将货物运到广州市增城区或东莞市，接货点多为私人码头，最终这些走私冻品陆续流入国内市场。在成功锁定负责陆地运输的走私车队后，民警把视线转移到该团伙的停船点，锁定了负责控制快艇的多名嫌疑人以及快艇的作案时间规律。在我们蹲守的期间，就发现有一条小船来。然后就去到桥墩那里停下来，跟桥墩上的人交接了一会儿。然后桥墩上的人就下了小船，小船的人就上了桥墩，就这样子完成了一个交接班。他们一般8到12个小时换一次班。然后小船又往回走，回到仙村了。我们就这样子锁定了他们后面更多的嫌疑人。咁呢个船佢依家停喺呢度，佢呢个系一个临时嘅停船点。佢点解停喺呢度咧？停喺呢度系方便平时嘅路跑。佢啲船上面系有人嘅。经过侦查，警方确认涉嫌走私冻品的嫌疑人共19名，分属2个团伙。在3月25日警方夜查活动中，和民警发生对抗并且弃船逃跑的是 A 团伙的成员。而在 A 团伙成员冲滩逃离之后，继续在现场和民警叫嚣的则是 B 团伙的几名成员。不过 B 团伙成员为何会因 A 团伙成员遇查向警方发难，这还是一个未解的谜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
抓捕计划一波三折，嫌疑人似有察觉，半夜出逃。浪尖上的较量，一线继续播出。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确定了走私团伙的基本架构，嫌疑人分属 A、B 两个独立的团伙。警方的抓捕行动随即提上了日程。我们要保证每个环节的证据充分，又要抓住每个环节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当时我们跟海关商量了很多抓捕的方案。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因为抓捕肯定会突发事件会特别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经过反复研究，警方决定在4月23日凌晨主动出击，开展抓捕行动。为保证固定多个走私环节的证据，对部分嫌疑人的抓捕将在水面上进行。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案件办的难度，一个是船，一个是货，没有船没有货的话就没有那个完整的证据，你抓到人没有船就像没有作案工具一样。所以在抓捕前一天，我们又特意抽调了一组人专门盯紧的这些快艇的动向。那么我们准备在100多米宽的河道呢，这两头利用船和网来进行拦截。驾驶快艇这个人24小时都不会离开快艇的，几秒钟就可以启动这个发动机然后逃跑。在抓捕前呢，警方支队也是现场考察过，也预演过，至少在我们广东地区嘛，第一次使用直升飞机投入到抓捕实战。4月22日晚上12点，意外还是发生了。几名嫌疑人突然驾船离开了往日固定的停船点。要同执法部员沟通下，即系大祸啊！喂，张队长，船不见了哦！发现这些走私嫌疑人的4艘快艇全都离开了日常那个停船点，通过视频监控没看到他们离开增城水域。所以刚开始我们以为他们只是躲起来避雨。警方立即部署警力对辖区范围内展开搜查。他船被收起来了，我们现在在附近找找。在抓捕的前几个小时，我们又派出了两个行动组连夜去找船，其实直到抓捕前两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的。4月23日凌晨2点，通过侦查，民警终于发现了几艘船只的大致藏匿地点，但是由于周围环境过于昏暗，不利于抓捕，且民警不能确定船上是否还藏匿着其他嫌疑人。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民警决定暗中蹲守，等候抓捕的最佳时机。这时意外再次发生。喂，民警发现两名主要嫌疑人张某昌及张某勇有潜逃迹象。后来通过视频监控发现，两名张姓嫌疑人借了一台车并带上了行李往东莞方向去了。这这里了，警方对两名嫌疑人的行踪进行追踪，发现二人到了东莞后很快又返回了广州市增城区一桥墩下，于是民警立刻调整了作战计划。某人啊，你调头好兜出去，我在这里附近留意下周边有没有屋开灯的。全部没灯，就是这间屋，你认为有灯有灯，我有可能在这里。我当时呢就及时跟我们的指挥部汇报，然后我们就直接守着他的车，直到抓捕行动正式开始。团伙的临时转移了地方，就不适合我们原来的部署。我们海关这个海上也临时做了及时的调整，部署到新的藏匿地点。在警方不断织密抓捕大网的同时，嫌疑人似有察觉，也在不断移动。凌晨3点左右，3艘嫌疑快艇再次返回东莞市某私人码头，而此时
247名警力已经在广州市东莞市集结完毕，等待行动指令。4月23日凌晨4点30分，一场海陆空全线出击的抓捕行动开始。各行动组注意，325抓弹收网行动开始。现在三条艇正在往那边东莞方向走。当海关执法船开向走私船停靠的码头时，见势不妙的嫌疑人立即开船往贵州方向疯狂逃窜。这些经过非法改装的走私船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00公里。我们这里是中国警方，请立即停船，立即停船。这么高速的这个快艇在河道上飞驰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水上的交通事故。直升飞机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在空中能够对整个地域一览无余。存在一个空地协调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求派一个人，同时呢，航警支队呢也来一个人跟着我，这样子呢，空地联络才能畅通。我们在路上呢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定位的问题，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河里面有什么一个状况。就根据直升飞机一个方向，我们就追过去。我们岸上有四辆汽车，分布在四个角位，无论他是弃船逃跑还是海上往回冲，我们都会能把他拦住的。他们实际上藏匿的地点是在镇江河口，因为下游给我们拦住了，我们是从下游往上追的，安排了两条快艇。在博罗那里有一个水库，有一个水闸，所以他那个快艇短时间内他是根本过不了那个水坝的。快，他发现没办法跑，跟着他就掉头往下，我们也跟着，同时又安排了另外两条艇在下游又继续拦截。与此同时，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番禺区和东莞市，对其他嫌疑人的抓捕也在进行。啊，系你好啊！喂，唔好意思，头先倒车等到你个车库凹咗啊，你要唔要落嚟睇下？唔系都几严重下，你落嚟睇下啦。好，我喺楼下等你啊。当时行动的时间是在清晨，犯罪嫌疑人一般都在家休息，我们选择尽量不去打扰到其他附近居民的情况下，用尽我们各种方法去把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在统一抓捕行动开始后的2小时内，警方成功抓获17名嫌疑人。至此，17名嫌疑人落网。在另一条战线上，对张某勇、张某昌的抓捕行动还在紧张进行。这两名嫌疑人驾驶快艇疯狂逃窜，警方在空中、水面和陆地展开了天罗地网。抓捕行动已接近尾声，气氛越来越紧张。逃窜中险象环生，
抓捕后，新的浪尖上的较量开始。浪尖上的较量一线继续播出。在大部分嫌疑人已经落网后，警方对主要嫌疑人张某勇、张某昌的抓捕还在紧张继续。此时两人正在驾船疯狂逃窜，实际上他们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专业培训的。最近这个海面上也出了不少的交通事故，绝大部分都是这种快艇造成的。中国海关，请立即停船。那么我们在半路拦截他的时候，他的油料消耗已经去了两个半小时了。那么我们的船是装满油的，以逸待劳，所以我们只要给他耗上两个小时，他基本上就没油了。中国海关，请立即停船。慢点，慢点，慢。最终，嫌疑人张某勇驾驶的船因为慌不择路，撞上了江边的草坪。海上缉私局呢，他们主要是对船只的一个追击，张某勇呢就被我们的海上缉私局船跟人同时扣案，我们地方公安就负责对犯罪嫌疑人的一个抓捕。主要嫌疑人张某勇被成功抓获。我们就接到一个通知以后，我们马上就赶去另外一个地方，对那个张某昌进行一个抓捕。此时警方已经圈定了张某昌藏匿的大致范围，搜索行动立即展开。当时呢，因为我们不把握他跑去哪里，所以呢搜了一段时间。海关又把他逼上岸，嫌疑人在岸上躲了起来，然后我们岸上力量就马上赶赴现场。弃船逃跑那个点那里开始寻找，墙上有个鞋印，把那个墙压倒了一点点。我们组的三个人就分开去搜捕张某昌。别走啊，别走，别走。离围墙点大概200米的地方，发现一个嫌疑人躲在柴堆里面。警察别动！出来！干嘛呢？什么名字？对。起，起。对。琴晚就到依家，我追到你为周，追周我就追到你噶，周到啊，走到嘅咩？他一脸无辜，系咪仲喺度跳出嚟争先噶？系啊系啊，踩在围墙上跳下来的时候，那个脚就受伤了，筋就断了。哇，咁多钱啊？几钱啊？我们事后了解到，他还跟家里面交代了后事，他说全部人都被抓了。剩下他没被抓，他不回家了，他要做海上小霸王了，这样子。至此，主要嫌疑人张某昌被成功抓获。4月23号中午，这场海陆空抓捕行动顺利结束，警方抓获走私嫌疑人共19名，现场查扣涉嫌走私的大马力快艇7艘以及作案工具1批。与此同时，黄埔海关对东莞市5个洞库的涉案洞品进行了查扣。随后，警方根据查获的案件线索，派出民警赴全国各地，成功截回被运走的走私洞品近100吨，其中来自我国列为禁止进口的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和地区动肉59吨，不明来源的洞品及相关单证资料1批。最初，面对警方讯问，犯罪嫌疑人张某勇十分抗拒。嗱，即系你都知道做咩捉你翻来系嘛？嗱，我如果你系我记噶啦，到时有咩你后果你自己负责啊？好啊。吓？你咁讲对你有冇用先？如果我真系做啊，我何咧？我想我啲钱咧，我半钱都冇。诶，个包啊，都赚20几蚊啊！你话讲。有哪个是最难搞？张志勇。他是那种你有本事你就弄我，就这种性格。他的应对的方式也很简单，他就不理你，撑了20几天到逮捕还不认罪的就是他。嫌疑人之间还互相推诿，妄图洗脱自己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陈瑞明、何树昌，包括那个张世昌，也都是在做无底气的挣扎，就跟他实事求是，跟他摆证据。然后后面到了第二次问话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我说了一句：“你问吧，你问什么我说什么。”经过连续多天的审讯，民警终于摸清了整个走私链条的运作过程以及案件的来龙去脉。他有个账本，每天他们公司可以进账的那个纯利大概是8到10万元，具体要看他们运输的次数。他们自己有一个误解，就说走私比贩毒安全，走私可以天天做，但是贩毒不是天天都能去贩。对于打击走私犯罪，我们警方是绝不会手软的。审讯中，张某昌还交代，在警方2020年3月25日的夜查行动中，他所在的 B 走私团伙当晚并没有走私冻品。然而，当他们看到 A 团伙的走私艇遭到警方排查，多名嫌疑人最终冲滩逃离后，所谓的江湖义气让他变得胆气十足，以至于公开向民警叫嚣。也正是他们的这次猖狂行为，为警方的下一步侦破工作打开了缺口。目前，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在本案涉及的嫌疑人全部落网后，广州市东莞市境内的江面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据广东警方介绍，因受疫情影响，国内市场需求拉动，重点物品境内外差价进一步拉大，冻品走私活动曾一度活跃。面对严峻形势，广东警方联合海关缉私部门重拳出击，仅2020年1月至11月就查扣走私冻品约4.3万吨。2021年，广东警方继续保持对走私冻品的高压严打态势。2021年5月26日，警方会同海关等部门在广州市、中山市、佛山市和珠江口水域开展了打击走私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摧毁了一个特大走私冻品作案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有力震慑了相关犯罪活动。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广东海关和警方紧密合作，在加强检疫检验措施的同时，加大了对冻品走私的打击力度，筑起了防范疫情通过动物产品从境外传入的铜墙铁壁。2020年10月17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并于2021年4月15日生效实施。那么，这部法律对海关等执法部门严把国门生物安全关，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于文轩所长的解读。海关部门的动植物疫情防控工作是保障生物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4月15日开始实施的生物安全法，在基本制度和疫情防控的相关内容中，有三个条文明确规定了海关在这方面的职责。这部法律的第23条规定了动植物及其产品高风险生物因子的国家准入制度。第24条明确规定了境外重大生物安全事件应对制度。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方面，生物安全法的第27条规定了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要求海关与其他有关部门建立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进出境检疫、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监测网络，完善监测信息报告系统，同时还要求开展主动监测和病原检测。由此可见呢，海关等执法部门依法履职，在生物安全保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把生物安全风险拒于国门之外。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遇到了来历不明的进口动物产品，也要提高警惕。如果有证据证明是走私入境，一定要及时的向警方报警。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构筑起食品安全和疫情防控的坚强防线。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
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